少我三张。方老板，这事儿我回去一定要严查，这不对，这个出来混要诚信。你刚刚是怎么闻出来的？有人动脑子是眨眼，有人动脑子是抽毒。啊，你别跟我这动脑子啊。我不是跟你动脑，我是跟你动心。正式认识范仲权。你这个名字你出处吗？疑似范进的后代啊。书生门第啊。Yes。 这是金的吗？24钗金99.99%。我的原则就是谁给我面子我就给谁金。有创意是不是办？这个店也是你的。你打算